这款龙门鲨鱼经过世界自然保护协会 IUCN 列作两要绝种的生物咯，因为这款鱼哦，规只拢真有经济价值，嘛因为伊的生态地甲咱人是真挖紧，造成数量是减少了真紧哦。咱国内目前阁无啥物相关的研究，农业部的水气所最近就掠龙门鲨鱼来做记号，再阁甲因放返去海里，要来做长期的研究。工作人员把放在网底下里的南方龙纹粉慢慢为船顶刷到海里的血糖，可以看到鱼身上已经装卫星标识器。南方龙纹粉主要是生活在澎湖海域，虽然和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IUCN 红色名录列作是极度濒危等级，但国内研究非常欠缺。这个水气所加以放流，希望掌握洄游的路线，还有栖息地利用的情形。我们不晓得它实际上是都一直停留在这里呢，还是它某个时期它会移动到别的地方去？那这个在未来做管理跟保育的规划的时候是很有帮助。这个放流的个无斑龙纹粉，伊主要分布伫西部沿海，选伫云林外海放流，伊个好渔民或者是龙纹鲨，渔业介绍馆马洪进行专题利用，甚至个外销。但1988年已经和华盛顿工业组织 CITES 来做是需要进行贸易管制的名单。主要是伊的栖息环境甲人类活动贴做伙，族群状况有恶化的趋势。一部分是渔业的捕捞，那一部分还有它的栖地的流失都有影响，沿岸的工程啊，或者是污染都有影响。除了标识放流，这个研究毛收集全部的资料，各渔业调查，像渔民通常是伫倒位抓到，各伊数量的变化，掌握伊的洄游路线，可能买当看出伊的栖息地个族群数量。有这个科学数字，才会当评估是不是要设保护区，或者是进行抓的数量的管制。记者林俊霞、纪文台报报道。